谢在席姐姐啊，还有各位师兄师师兄师姐啊，谢谢谢谢，很高兴大家今天光临不再幸福空间。好，那很高兴各位今天能够驾临到不再幸福空间，来到一个非常美妙的这个法会的聚会哈，那大家也都欢喜充满，非常感谢各位。那也欢迎大家下次有机会再度来临哈。那我们的店呢是坐落在这个信义区的这个小的巷弄内，处于很幽静的地方哈。那我们这不丹幸福空间的缘起呢，是因为过去我们也跟不丹做过一些文化交流啊。那我们很喜欢不丹，因为不丹也是充满了藏传佛教这样的一个氛围。好，我们也希望把这种幸福氛围能够带到台湾来。好，然后我们基本上我们提供的是素食的料理，然后有五星素，也有全素，大部分奶素会比较多一些些。好，那希望大家今天吃得很欢喜哈。那基本上我们的料理呢，特色是我们都没有添加任何的人工甘味，好，那尽量都是很用心的制作，好，那就是然后餐后有些手工甜点也是我们就自己做的，好，还有一些有机餐，然后就是这样子，那很开心，今天有机会服务大家，好，谢谢你们，好，谢谢。大家好，Today is December 24th, 今天12月24号哈。And dear everyone and viewers, 就是现场所有的法师大家，还有我们就是直播现场的 viewers 那个观众们，我们今天非常荣幸请到我们很有修正的蔡瓦昆查仁波切拉。请大家掌声鼓励，谢谢，谢谢，谢谢。
Rinpoche La 为我们在不丹幸福空间，就是 Bhutanese Restaurant near江开 Sheikh Memorial Hall， 在国父纪念馆附近的不丹幸福空间，为我们上第三堂的藏文会课室 Tibetan Language and Cultural Class Class 3。 We are very honored to have Rinpoche La to be with us today。 我今天非常非常的感谢 Rinpoche 能够抽空帮我们上课，再一次给我们 Rinpoche 一个齐齐的掌声好吗？ Thank you。 那我们把时间交给 Rinpoche。